部大一部那个大车在这边转弯转不过来了。这边的话是铜仁市，贵州铜仁市，铜仁市地区。就是跟着路的这种就是要对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油门加大点点高。哇！700米后向左转弯。那辆大货车在那边歇火了，你看这些车子的话全部都过不了了，因为我的话是小车的话就是冲上去的。要转弯不容易、让我先走。这边的话是贵州铜仁地区，向左转弯，358国道，江口往那个，下一站是哪里？我看一下，358国道。
往那个石前方向的路。请沿354国道继续行驶3.5公里。因为它弯弯曲曲的嘛，又比较陡峭嘛，所以说一旦有哪个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的，前方经过连续弯道。我准备往正义方向去，再往那个大西北方向去。前方经过落石高发区域。今天不爱路啊，明天路难行啊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在冬天的话是会下雪，在冬天的话，这条路的话根本都更加难走啊，下雪的时候。山路18弯啊，这都不止18弯啊，不知多少个弯啊。国道354，以前的话这条路叫省道，省道305，现在它改为国道了。您将在354国道上继续行驶1公里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也是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，也有汉族。贵州省的话，700米后靠左行驶。民族地区嘛。450米后靠左行驶。即将靠左行驶。靠左行驶。
250米后右转。您已驶入新路线，新路线快26分钟，多花费14元，少走30公里。这个导航的话，他又给我改路了。前方向左急弯路，请减速慢行。前方向。
Thank you.